这些也看到过盆景没有？没有啊，没有。你也从来没发现过？这几年没发现，80年代有。啊。盆景呢，2500万年以前就生活在长江，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生物，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高的，它可以直接反映出生存环境的好坏。我们1978年10月份组建的盆景研究组，考察盆景，在1986年正式向世界宣布，我们长江里头有300多的盆景。这就是我们的白鳍豚馆。琪琪，来看你来了，你在这里还好吗？琪琪是我1986年元月12号从岳阳成林区运回来的。这个从此以后，我这半辈子就给琪琪过了。我养他22年半。但是功能性灭绝不等于没有了。现在盆景保护区已经建成了，我很希望在什么地方看到盆景能够再出来，我们能够看到它。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在中国，两大母亲河大家都知道，黄河、长江，长度更长的是哪一条？长江。接下来，地理课时间到。长江流经中国的哪些省、直辖市、自治区？来，我们顺着数吧，好不好？发源在哪儿？我这耳朵怎么听出立体声了？这边有青海，那边有西藏，发源在哪儿？刚才喊西藏的，一听自己的声音有点少。周围大部分喊的是青海，所以第二次跟着是青海。来，源头我们确定好啊，长江源头在青海，三江源对吧？流经，这就更，然后有西藏，有四川、甘肃。西藏出来之后到四川，这个没问题，大家答案非常确定。四川下来之后到四川出来之后，先到的还不是重庆，云南，然后是重庆，他又绕个弯回去了。从重庆出来呢，湖北，然后湖南，湖南过后是江西，然后直接进入安徽，安徽过后是江苏，最后到达上海，然后从崇明岛入海。我想看一下，今天在座的这么多观众提到了你的家乡的请举手，包括我啊，包括我，我们都是
共饮长江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中段。长江对中国人来讲有着极为特殊的情感的纽带，当然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的意义。就在2019年年底，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一条新闻，长江里面又有一种生物绝迹了，长江白鲟，它最终没能跟我们一起跨入2020。我也不知道最后一条白鲟曾经生活在什么地方，它是否知道自己是自己这个物种在这颗星球上仅剩的最后一个成员。我不知道它最后离开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遗憾。所有这一切我们永远可能都无法再有答案，但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从未放弃。万一哪一天在宽阔的江面上我们就再一次看见他的身影，他们就一直在为着这样的希望而努力。而今天我们也将请到这个群体中的一位代表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他和长江，他和长江中的这些生物，这些生灵之间的故事。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仁俊。掌声有请刘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坐。很高兴见到你。谢谢，见到您是我们的荣幸。刘老精神矍铄，今年刘老多大年纪？大家猜一下。80高龄。录像之前我们反复问刘老，我们说这个录像时间还蛮长的，说您这个一直站着行不行吗？要不要给您准备把椅子？我们问了4-5次，刘老回绝了6-7次。刘老说不用。站3个小时没问题，但是我们给您准备了，如果今天中途您站累了，您随时说，我们就把椅子搬上来，您歇会儿，好吗？好，谢谢您，谢谢。说到前不久大家最为关注的白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告别了地球这个舞台。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中华鲟，中华鲟可以到1800斤，象就是白鲟，它这个可以长到上万斤，能到上万斤？就是啊，它是长江里头最大的种鱼。我的天哪！最后一条白鲟什么时候？是2003年长江水产研究所的魏继伟教授发现的。所以2003年以后又再没有了，到现在已经17年了。对，就再也没有发现过。没有了。因为我看新闻，有的新闻说是灭绝了，有的新闻说还没有最后完全确认。所以到底白鲟现在在学术上面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还没到50年，因此在我的观点，我认为它还是功能性灭绝，就是我们仍然还有一丝希望。对，好，那我们就把讲台留给刘老，让我们带着这份希望去倾听您的开讲。好。朋友们好，很高兴能见到大家。这个对不起，年纪大了，我还拿个卡片来啊。我们最近啊，这个公布了一个消息，2020年的元月1号的0点开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进步，国家一下子不大就行，不得了的。为什么呢？在1954年，
我们长江流域的渔业捕获量是13万吨，到2011年，我们渔捕获量不到10万吨。我们长江流域啊，生态越捕越糟糕，渔业越捕越少，老百姓越捕越穷。长江流域啊，现在有生物有4300多种，是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基因库。鱼类呢，400多种。鱼类对长江生态系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是一个群域表。鱼少了，对于其他生物也是很大的威胁。在我来参加工作的这么多年，眼看着水生生物一个个的消失，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讲了白鲟就消失了，长江的石鱼现在你们看不到了，还有凤尾鱼也不行了。我最痛心的是我研究的白鲫豚也在我眼睁睁的看着消失了。白鲫豚是一种哺乳动物这在中国长江有。白鲫豚在长江里头是非常神奇的，人家都说她是长江女神，很敬重她的。70年代开始，这个外国很多专家都给我们国家领导人写信，有的要来租一条船到长江去考察白鲫豚，有的要一个平方厘米的皮做研究，有的一毫升的血来研究血液。好多国家都来研究白鲫豚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1978年10月份组建的白鲫豚研究组，从此以后就给白鲫豚介绍缘了。1980年元月1号晚上，我接到湖南酉阳陈林基一个电话，是水产收购站一个同志打来的。他问我，我一头白鲫豚是活的要不要。我说要，我马上来。向所里面借了一台破吉普车，叫了几个同事，晚上9点钟出发，早晨大概5点钟左右到了那里，看到有一个渔船，它这个白鲫豚后头一个尾钉啊，尾巴很大，绑了把它绑在尾钉上面，升起来就丢在水里面拖了过来了。哎呀，我好心疼啊！靠岸以后呢，我就赶快跳到水里去，不管冷了，用个担架把它拖起来。我的吉普车后下面铺了稻草，把它泡沫塑料，赶快把它抬上来。时间就是生命啊，饭也顾不得吃，就开会了。但是问题是，这渔民啊，他是在陈林江边，一个水荡子，在那里，他把他船一堵以后呢，就要抓白鲫豚。抓白鲫豚呢，他一个人抓不动，怎么办？一个渔船人都有个铁钩子，一个铁钩子，砰一击，颈子上面把它勾住了，勾住了这样拉起来。这拉起来不要紧啊，4个厘米直径。8个厘米深，2个对穿的洞，把它抓起来了。好，所以我养了5天以后啊，白鲫豚这个伤口就化脓了，化脓了以后发高烧，就不行了。天哪，我刚开始研究白鲫豚，我不会治怎么治法不知道急得要命。后来想办法就到北京动物园。请了2个兽医来了，治病中程呢，用双氧水消毒，双氧水是很厉害的，一放上去，这个是
我想说人为什么会智商的呢，就是搞纱布啊，我准备做一个背心给他穿个背心，哎，背心以后呢，为什么呢，他有旗子在前后把他把袋子一绑，位置油膏、升级伞、云南梅药都给上好，上好以后他有两个大洞嘛，有个引流沙条塞进去，哎，塞好以后又用四层纱布用纺织绫给他盖在上面，盖上一边我就给他穿个背心绑好下水了，过了五天要换水啊，一回来拿回来一看，把纱布啊一起开，哇，皮肤全好了。你看，你看这，我们把土办法就治好了这个北极人这个伤，我们之间有很深厚的感情，只要我到北极人池里面去，他就会过来，把手头伸出来，伸出嘴巴摇头晃脑问你要东西吃。北极人奇迹啊，很乖巧啊。哎，有一次啊，他这个吃鱼的时候啊，一下把我咬住了，把我手咬住了。咬住了以后呢，我笑得好痛。哎，奇迹他认得我，哎，晓得是我的手，不能咬，赶快就松开了。好乖哦。北极人越来越大，大了以后呢，他成熟了，他主要找对象啊。我们在1986年给他布了一头这个配偶叫珍珍，那我怎么给他介绍对象呢，把这个奇迹跟珍珍能够互相认识，能够生活在一起呢，他不能随便一起的，要咬的。后来我把它养在两个池子里，不同的池子里，因为这里头一个一米宽的那个缺口它不过去。好，我有什么办法呢，一边珍珍一边是奇迹，两边同时喂鱼，一喂越靠近，一喂越靠近，互相就认得了，哦，你一个人在那里，他晓得有个人在那里，他知道了，但是始终不过去，不过去没办法。哎，有一天下阵雨，好大的雷哦，砰一起下来，把珍珍吓到了，吓过去了。过去以后呢，珍珍跟那个奇迹啊，两边给我不靠拢，搞了过把月以后，他们互相就认识了。喂鱼的时候，我这奇迹啊，从来不给珍珍抢东西吃。叫珍珍吃饱了以后他再去吃，他怕珍珍。后来就逐逐让他互相亲密关系好，后来能够一起游，相处得很好，蛮好的。后来由于我们珍珍得了间质性肺炎去世了，找了半天找了个对象，又不在一起，所以后来我每年带了30多条渔船、60多个渔民在长江里走啊，找不见了，找不到啊，到处找，就始终找不到。到90年代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我再找也找不到了。哎，我对他非常难受，非常对不起他，我没有和他找个对象，没带他，没让他成个家，多不好啊！我也对不起啊，给你们失望了。后来，我2000年退休了，2002年7月14号，于炳芳师傅给我打电话：“刘老师，琪琪走了。”你要去吧，你来看一看，他走了，年纪大了。哎呀，我说于芳，我不去了，你们搞吧，我不去了。他说你一定要去，你不去不行。为什么我要我去呢？因为解剖这个鲸类动物我是一把手，
要我去解剖。天哪，你说我养了他二十几年，这么好的感情，我舍得动手千刀万剐吗？把他，我不愿意啊，我心里不舒服啊。后来他们一定要我去，没办法，我只好去了，也把他做成标本，现在我一人管理的标本就放在那里。我很少去，我去一看到这个标本，我就看到琪琪可爱的样子，现在躺在那里不声不响的，我心里不舒服。北极人消失了，白鲟也消失了，他两个物种的消失，他留给我们什么反思呢？我总的一句话，是人把他逼到了绝路，他没有任何敌人，他的敌人就是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长江有1000多个湖泊，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为长江里头是浮游生物很少的，鱼吃的食量很少，啊，因此呢，它主要是在湖里面长大的。长大了以后，这个鱼啊，就从湖里面出来，出来以后就到长江深潮里去过冬。可是为了农业灌溉的需要，我们长江里头1000多个湖泊，除了洞庭湖、鄱阳湖以外，全部建坝建闸了，它的维修通道全部割断了，鱼出不来也进不去，鱼不能繁殖后代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渔民要生活啊，要吃饭啊，他说要捕鱼啊，因此呢他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捕。比如说有一种叫滚钩，滚钩这条绳上面挂了很多钩子，一挂上以后就抓到鱼了，抓到鱼以后呢，北极人来吃鱼啊，在滚钩上一吃以后，滚钩一下就把北极人挂上了。这一挂上以后，它动啊，痛啊，一动越滚越多，完了北极人游不动了，只好闷死了。我们长江是黄金水道，要发展运输业。这是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船就有螺旋桨，螺旋桨的声音发出来的声音跟鲸类动物的发声有点相近，它就朝着螺旋桨碰上去，结果呢把北京脑袋打得稀巴烂，有时把身体一截两断，是多的是啊，厉害吧。一两种动物灭绝了好像不是大事，实际上大事，因为长江是一个整体啊，你一个环节断了，下面环节就跟着来了，最后其他动物受到了威胁，人也受到了威胁了。小开划重点了，2500万年前，白鳍豚从太平洋迁徙到长江，被称作活化石。作为世界四大淡水豚类之一，白鳍豚在这个偌大的地球上仅仅生活在长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它的生存状况代表了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消失的白鳍豚见证了长江曾经的严重透支。长江作为母亲河，不仅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滋养了万象生命。长江拥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各种鱼类400余种，特有鱼类180余种，长江既是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的天然种质资源库，更是诸多珍稀水生生物的避难所。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随着2020年开始的长江重点流域10年进补措施的实施，修复长江受损生态系统，建立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区群，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刻不容缓。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头，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长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问题在水里，但是根本的问题还在陆地上，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长江水系，不要让它受到破坏，
保护长江生态系统，这才是我们根本。2007年，我们白鳍豚已经宣布了功能性灭绝。那么，白鳍豚是不是是灭绝了呢？实际上有个功能规矩，50年以后再不见到这个物种了，你可以说它灭绝了。50年之内只能说它功能性灭绝。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长江也保护起来了，拯救它的措施也陆续成熟。我们在石首建了一个白鳍豚保护区，原来生活过的地方，它有生活的各种条件，不会受到人类的伤害。因此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白鳍豚也好，白熊也好，能够再看它的身影，这是我的希望。谢谢。谢谢您，太好了，您讲得太好了，我们是真的想继续再多听您讲讲白鳍豚的故事。谢谢大家，请坐。我现在不管您是否拒绝，上个椅子。我没骗你吗？我站得住啊。您不光站得住，而且我一直在镜头里看着您，您始终是双脚踏着大地，一个大写的人字。我在想，人和动物之间，谁说无法沟通？谁说跨着物种？我想，世界上所有的生灵，相互之间都是以爱作为最基本的交流元素。你对他付出多少，他一定能感受得到。见到我们节目组的同事的时候，您还给他们看您手上当时被琪琪咬过的地方。哦，还真是哦，这是咬破了是吧？当时咬一块肉拿出来，哇，很明显的一个疤，纪念。白鳍豚在地球上的历史比人类要长得多吧？对，2500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这样一个物种在消失之前选择了您作为人类代表，留下了一个他对人类最后的倾诉。谢谢。我要感谢你。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6位青年代表，来，我帮您把这个椅子摆正一点点。这站着吧。对，没事。站着吧。啊，站着吧。别，您坐着吧。别了，不坐了，不坐了。您要累的时候，您随时告诉我。接下来，6位青年代表，来。刘老，我想问问您，琪琪这后半生都是在水生所度过的，如果再有一条白鳍豚它真的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作为科研人员，您希望它有一个怎样的后半生呢？应该说能够比琪琪活得更好，因为条件更好了。我最大的希望，如果有一头两头白鳍豚，就赶快把它保护区去。保护区因为它是自然环境，而且是白鳍豚以前台湾绝子去那里原来生活过的地方，不会受到人类的伤害。刘老，您有没有想过一个最不好的情况，就是50年之后真的再也没有白鳍豚出现过了，白鳍豚可能是真的永远的和我们告别了。我想过，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长江里头有10头白鳍豚也好，几头白鳍豚也好，这个种群是不能繁殖下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再繁衍这个后代，所以也要最终还是要灭绝的。接着刚才小鱼的问题，想问您，如果50年之后真的再没有白鳍豚出现了，您觉得您和您的同事当年对白鳍豚所有的研究是不是都白费了？白鳍豚它有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白鳍豚的研究培养了我们中国一代科学家。
再一个，要是没有白居易的研究，也不会有今天长江江滩今天的成就。通过我们努力，我告诉大家可以保住了。我们在石首建了一个保护区，我1990年国部执行石头，过了10年成了23头，现在他那里多少呢？有80头。再一个，我们人工饲养的江豚也繁殖成功，已经生了2头了，今年可能还要生。期待着这些资料的留存能够等着它真正的主人回来利用好那一天。下一位。刘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一个跑船的人啊，因为我们跑船的话也会经过那个长江流域，也会在长江中下游一段走，所以说刚才听到刘老师说，所以您就是总用噪音打扰他们的人。一下说的您有点无地自容了。所以刚刚我听到刘老师就是说这个白鲫豚啊为什么消失了，我内心也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接触最早的应该是一个叫江珠子的生物。江珠指的就是白鲫豚吗？不是，江豚。江豚你见过吗？见过。大概什么时候？近几年都见过的。好事情。以后就是进入禁捕期了嘛，我们也在一直跑船，对不对？我们如何就是和它共用一个共同的环境长江，如何和它们和谐的共处，进而更好的保护它们？就是要避让。为什么呢？江豚一般都喜欢群体活动的。你比如说我在长江里做调查的时候，一到晚上啊，就大合唱来了，江豚啊在我船旁边，哎呀叽叽喳喳叫叫不停，可好听了。所以当你看到一只江豚的时候你就避开，有可能它旁边有好几只。哎，对对对。但是我在想其实你们也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他们如果在行船的过程中见到江豚，现在也方便了，你有 GPS 掏出来一看现在此刻我们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把相关的数据你们如果能保留下来，其实对于相关的科研部门来讲是个很好的补充材料。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去说这些事情，就是江豚啊听得特别多，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听不到了。自从我跑船的这几年我每年大概都能见到，所以我们见到它我们也去主动避让它，不去伤害它。对，以前我去跑船的话就有很多的小码头在长江边上，现在逐渐小码头消失了。长江以前就是生活垃圾啊 浮起来垃圾、也是特别多的，现在呢也逐渐变少了。就是说我们普普通通人光靠捡捡瓶子捡捡垃圾的话就能保护好长江环境吗？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我们这个长江是山水林田湖草一个共同体，我们普通人怎么保护好长江呢？我们就叫小事做起。你比如说碰到这个漏水了把它关好，不到电灯没关你把它关好，珍惜长江给我们创造的优异生活。我们住在长江边上，有时间我们就长江边上去走一走，如果说看到往长江里排污你就告他们。农村呢很多人呢就把农田里的污水排到长江里头去，把农药爬到长江里去污染长江，我就要劝导不要搞，不要这样搞。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到长江边上多种点树啊，多绿化绿化环境，这个搞到我们长江边上更美一些。我们还可以做到防止水土流失，我们最终就是我们要一个责任心，我人人都要保护长江，把这个信念放在自己脑子里，放在自己心里，让人人都能够来爱护长江，保护长江。下一位。
刘老师好，赛老师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的罗雅琪。我未来的研究也是关于这个河流生态的评价与修复的。那国家的政策其实对我的工作也会有指示性的影响。我了解到啊，其实有关于长江立法的声音最早是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有一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法》专家意见稿。而在2019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草稿它首次提请审议。我特别好奇啊，刘老，您怎么看待这个从长江法到长江保护法这两个字的差别，差了什么呢？尽管两个字一个变化，实际上是市场的一个理念的发展。生态环境是一个财富，以前不管生态，市场发展，这保护两个字加进去了以后，实际上就是更加定位准确了。要知道这观念搞好了以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长江成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工作就是要以此为纲，强调了这个法律的功能。 对， 对，我们为长江治病就是为了更多今后更好的发展。有了长江保护法，大家意识上就统一了，以前是各管各的，现在大家步调一致了，都好啊。好的，我觉得我们未来也会更努力，谢谢刘老师。下一位。刘老师你好，撒老师好。想问一下刘老师，滚滚万里长江，由西向东，您最远去过长江的哪里？您觉着就是长江上最好看的地方是哪里？从1963年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就我们被我们水政署的同志看上了，说我身体好，可以走江湖，所以从此我就走了一辈子江湖。所以从这上海一直到宜昌，所有的刚刚叉叉我都跑遍了。曾经洞庭湖、鄱阳湖，曾经专门也列了一个课题，跑了2年。这真的是行走江湖。哎，走江湖，因为我们这个鲸类动物啊，最集中分布区，包括白鳍豚也好，长江江豚也好，最多的地方就是鄱阳湖口、洞庭湖口，它的江段，我最感兴趣的这两个地方。所以刘老师认为长江上最美的地方就是有白鳍豚的地方。我没有去过长江中小，因为我一直在源头待着。我是来自青海三江源保护区的直门答水文站的一名水文观测人员。首先我想问一下在座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江源，三江指的是什么？黄河？什么？黑龙江？谁？不要瞎说。其实我们这三江指的是长江、黄河、澜沧江。长江它的源头呢是在格拉大东雪山的江昆迪如冰川，这是我们的就是长江的源头。这是长江的源头正源。您去过吗？没去过。您看看。所以长江在这儿吗？是的。 是从滴滴这些滴滴的水珠，然后从冰层中，从这些冰缝中。你们看到了吗？就那一小条，一点一点的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就是涓涓细流，然后汇聚成我们的沱沱河。中间这是沱沱河，沱沱河是正源吗？对，然后我们的长江源头呢还有北边的楚马尔河和南边的当渠。楚马尔在藏语里面意思就是红色的河。南源当渠，它是以湿地生态为主的一个源头，很漂亮。希望刘老师、撒老师还有更多的朋友，就是以后有机会到我们三江源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我们长江在三江源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风貌。对，然后直门答水文站是从1956年建站的，至今呢已经是有60多年的一个时间。我们长江流域，整个长江流域还有成千上万的一些水文工作者，
他们一直在坚守着长江，收集着大量的就是关于长江流域的水文数据，为了就是这些水里面那些生物能够保证他们正常的这些一个繁衍生殖，我们水文人还需要就是去做些什么，还需要采集些什么就是还没有采集的数据。白鳍豚对江豚喜欢走在两相水，这两相水交汇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伤害它们。他们的很多数据对您的研究是很有用。扫地预报给我们，啊，什么时候发水了，什么时候水温增加了，啊，你这个晓得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准备。你比如说，我们宜昌地方一打雷，要下雨了，涨水了，七天七夜到武汉。那我就可以及早准备了，可以赶快去再占鱼苗啊，就可以做好预防工作，免得水生生物受到损伤。水文条件跟这个生态的联系是特别紧密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虽然说是可能是有点单调，但是我觉得是一件比较伟大的一件事情。也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分享这些故事，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录制节目之前，我们跟刘老说，您从南方来到北方，尤其前两天刚下过雪，天气寒冷，演播室里啊，您多穿点。老先生说没事儿，说我衬衣里还套了件 T 恤。我们的节目组导演说，哦，那我们看看您是够不够厚实。老先生解开西装的扣子，那一瞬间，我们感动得无言以对。大家看到了吗？隐隐约约的在白衬衣的后面，这应该是好多年前水生所做的一批白鳍豚的 T 恤吧？哎，我相信一份真正的爱不是时常挂在嘴上，一份真正的爱是把它贴在离心窝最近的地方。所以我在想，一个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直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停下脚步，还在追寻。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我们都说黄河长江是母亲河，母亲已经孕育了我们5000年了，是时候该回过头看看母亲的身体，想一想母亲需要怎样的呵护和照顾。感谢收看开讲，下期节目再见。觉得心里很舒服，我就希望有这一天，我们来宣传了长江保护，宣传了保护水生生物，我觉得很有意义。